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参考公民工作小组的建议报告，将进一步加强新公民入籍前需参与的新加坡公民之旅内容，以加深新公民对本地文化和价值观的了解。当局将从今年第三季起推出升级版网上环节，以及在第四季更新新公民手册。政府接下来也会继续探讨如何改进社区分享会和体验之旅等其他公民之旅的环节。